图欧阳妮妮游韩，十指紧扣五金行小开。欧阳妮妮和李佳安，左图后左和右图下，甜蜜游韩国。图翻摄欧阳妮妮 IG 201803.24。22岁欧阳妮妮和31岁五金行小开李佳安被爆料同游韩国，还在大街上甜蜜手牵手，看来交往一年半依旧热恋。A 名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有读者爆料，欧阳妮妮跟一名帽 T 男手牵手走在韩国大街，感觉相当甜蜜。而欧阳妮妮和李佳安的 IG 也显示两人目前都在韩国。欧阳妮妮还在 IG 上传了一张大合照，照片左后方正是李佳安，证实两人同游韩国无误。欧阳妮妮和李佳安去年三月爆出已经交往半年，但恋情曝光丝毫不影响小俩口的感情，似乎还越来越加温。据悉，欧阳龙夫妇一开始并不看好妮妮和李佳安交往，因为两人相差9岁，而且李佳安外形坏坏的，看起来不太可靠。但没想到他其实相当体贴，白天在爸爸公司上班，晚上到东区自创潮牌 Symphony 顾店，还每天开车去接念台一大夜剪布的妮妮下课。即使妮妮偶尔耍点小脾气，李佳安也都会耐心呵护，甚至妮妮有负面新闻传出时，他更在第一时间开车到他家陪伴，总表现赢得欧阳龙夫妇的认可。